can use the Google Meet we have provide the English interpretation simultaneously on the RubyConf Taiwan 2023 official website. Now let's welcome our speaker, John Lin. He's going to share with us the topic of honors Ruby building gyms. Now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our speaker, John Lin. Hello, 大家好，我们会说中文，不过 slide 里面也会有英文，所以它是双语的。那关于我是 John Lin， 那我的 Twitter handle 是 John Lin VC。那我现在在这个西式亚洲当这个 Principal Architect。西式亚洲是一个药品制造商，它不是做药的，它是做医疗器材，就是像之前那个这叫什么武汉肺炎的时候。那个所有的疫苗的罐子都是我们公司做的，对。那我的 blog 在 johnlin.vc。那今天的大纲呢，就是首先会介绍什么是内建菌 building gyms， 然后呢再来会介绍有趣或者是有用的内建菌，然后投影片在这个 QR code 的位置。那给大家十秒钟，如果有要拍的话。不过不用担心，最后 Q&A 的时候还可以再拍一次 ，Q&A 地方也有。好，那就继续。好，什么是内建菌呢？就是呢，当你安装 Ruby 的时候，它就会预设安装这些菌，就是内建菌。那它是 Standard Library 部分，就是所谓的标准函式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 Ruby 本身安装就会有功能，但它不是核心的部分，所以呢，它跟这个 Ruby 这个语言的核心是没有关联的，所以它是为了帮 Ruby 提供额外的功能。那这个 Standard Library 这个标准函式库呢，它有三种，一个是 Default Library， 另外一个是 Default Gyms， 另外一个是 Bundle Gyms， 我会一个讲。那第一个叫 Default Library， 什么是 Default Library 呢？ Default Library 就是跟 Ruby 的版本或者跟它实作有关的 library， 那这些东西呢不会变成 gyms， 应该是永远不会，目前所知大概是永远不会。那有哪些范例呢？比方说像是这个 MKNF， 那它就是帮 C extension 制造 MAC file， 那这个的话就走 MRI， 就是 C Ruby。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 RubyConf， 那它做什么呢？它会帮你这个做提供一些系统的资讯，像是你这个 log 的大小有多长这一类的。那这个的话不同的语言实作就不一样，在 JRuby 的话这边是用 FFI， 那这个 CRuby MRI 是用 C extension 来做，所以呢这个是永远不会变成 gyms。 那再来的话就是 default 的 gyms， 那 default 的 gyms 呢一样是你 Ruby 装的它就会跟装，那它可以被升级，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自己要，你觉得这一把太旧，你想要新版是可以的，你只要在你的那个军版里面写新版，然后Bundle Gyms的时候就可以用新版的。但是呢，你不能把它删掉，所以呢，就是说最惨最惨，你一定会有一份，不会完全没有。那这个由 Ruby Core Team 来 maintain， 他们由 Ruby Core Team 来维护的。那为什么不能被删掉呢？昨天这个沙塔厂那边有讲，就是说呢，因为 Ruby 的核心有一些其实是用到这些 gym， 所以是不能删。那再来的话就是 Bundle Gym， 那 Bundle Gym 以前是没有的，在 2.2 之后才开始有 Bundle Gym。 那 Bundle Gym 的话它预设就会安装，所以跟 Default Gym 一样，然后呢你可以升级它，但是不一样的是你可以删除，所以可以把它删了。然后呢，那你要用的时候，在帮助人用的时候，必须要把它加到 gym file 才可以用。然后呢，理论上不会由 Ruby Core 维护，所以 Ruby Core 的工作量可以稍微减少。说是这么说，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帮助人其实也还是 Ruby Core 的成员在维护，只是理论上不是。对。
那为什么要有这些 default 群跟 bundle 群呢？第一个就是你没有去的话，功能就会少很多。那再来的话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些群的话，它就可以不用跟这个直译器，就是 Ruby 本身一起开发。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些 bug 或想加功能的话，分开来开发其实比较方便。那刚刚讲两个default 群跟 bundle 群，那它们差别有什么？可以大家看一次。所以第一个就是bundle 你可以反安装，所以呢，你觉得你的这个，你对你的这个 data image 对你的 data image 档案太大，很麻烦，你可以把它看，你的 data image 就会小一点点。对。那再来的话呢，bundle 去在用 bundle 的时候就要加进去 file， 那 fold 就是不用。然后呢，这个 Shiba 的时候就会讲，他正在努力的把这个 fold 变成 bundle 去，但是也不会全部，因为它是有一些应该会。就待在 default 群，因为本身用到。那对于这个 default 跟 bundle 群这些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昨天 Shiba 大厂的这个 talk。那你要去哪里找这些群呢？这个有一个网站很不错，叫做 spdchun.org， 所以你进去就会看到所有的群啊，它是属于 bundle 群还是 default 群。然后它有拿来做什么用？不过呢，这里的连接有些坏掉。点进去的话，特别是 JRuby 系列的，点进去就会404.8.8，所以有兴趣的有自制可以帮忙修。它也有 open source。那说到 source， 如果这里找不到怎么办呢？当然就是看看 source。所以真正的先去看 Ruby 的 source 吧。那里面就会介绍所有的这些 bundle 去跟 default 去。好，那我们讲完这些群怎么一回之后，我们可以来看今天的重点，就是介绍一些鲜为人知或者没有那么有名的群。那虽然我说鲜为人知或没那么有名，但是各位很多大大对你们讲有一些太简单，但是总是有人没听过，有两个人没听过的，就希望我们可以回报一下。那所以我们先看这个不会讲的，就是太有名了就不讲。所以一个 IRB 嘛 ，IRB 也是内建的，对对，大家都可以用这样。REC 也是内建，所以 REC 也是这些群，所以太有名就不讲。然后 RBS 就是现在这个泰克的这个 niche， 那现在开始要bundle群，所以应该很多都可以都讲。然后 mini test 也是，所以 mini test 你安装预设就会有，那这些都太有名，就念过去就好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蛮多的人用的群。所以这个列了几个base 就是 set open struct 跟 secure random。 那 base 就是呢可以帮你在对64进位做编码转换，那它这个 maintainer 为维护者是这个 endos， 那 endos 是这个世界的 IOC 赛玩家， IOC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专门写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式，让他要出一本书。对，就是这个偷学技巧 programming 的世界，我有买实体，目前都是日文版，里面就会教你怎么写一些看起来不错的，或者怎样用 code 画图。如果想要让你 code 的无法通过 code review 的话，可以看一下。当大家 VR 的人应该没有那种。好，那我们讲回头讲一下背就是，那背就是呢，很重要的是。它不是加密，它比较是像是二进位或是六进位，对不对？不要用它来一个做加密或者做那个算算杂凑。所以呢，这个就是真实的台湾的实现，对不对？就是有人截取，然后就这个民意代表去会说，哎，截取人到底截取几次？然后呢，这个天才政府在天才单位就把这个截取人的代号 base 六六四，然后就提供出来了。就拿回去跑又翻身份证号，所以就是会用这打马赛克，因为没打马赛克就全部被看到了。对，重要的就是加密。对。所以呢 ，base 就是什么用呢？所以最常见的就是叫 base 就是这个 function。对，第一个是 encode 就是 encode 就是就会帮把它变成 base， 所以给它普通的文字串。那当然你用代替的串串的就变成 X 这种，所以呢，它会输出会帮你换行，所以你那个输入很长的时候，
换行，然后最后结尾也会帮你换行。然后呢，再来你加密之后会解密嘛？那解密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行为，就是如果你输入一些奇怪的字源，像什么中文字啊，或是二色在里面啊，只要不是类似这个字的字源，它都会自动忽略，所以不用特别去处理，它会帮你处理。对。那看完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实作，这个只能说愧是这个 Endo 坊，对不对？实作超级简单，都厉害。就是一般的看到，你知道在实作做什么玩意？我也不是很懂，但是如果你看他那本书的话，他连用 Tag 跟 Tag 用超级凶的，对。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比较少见的背景。所以第一个的是严格版的背景就是 trick 背景就是啊，那它有什么特征呢？就是它输出的时候会换行，所以全部都你在。那再来解构的时候 decode 的也是一样，所以严格的版的 decode 呢，如果你有任何不合格的字，包含换行啊，或者是不是 A 到 Z 的这些 alphanumeric 的时候，它就会跳 error， 就跳 error。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蛮实用的，蛮实用的就是呢，它是 URL save。什么叫 URL save 呢？就是URL encoding 里面呢，加号跟斜线，其实是 URL encoding 都会用到。那背景就是已经都用到，所以呢，如果把普通背景的 output 放到那个 URL 里面的话，有时候就会有奇怪的 error。但是呢，如果你用 URL save 的话，它就会把这个写号用来。再加好，用底线来取代斜线当中，所以你用 URL 就可以放这些串，就不会有问题。好，那下一个是 set 中文叫集合，那它就是一个有独特的资料结构。那它有什么用呢？面试的时候都有用，对不对？面试的时候应该常常考 set， 不管你用 EFS 啊，或者各式各样的考题。有用 set 的方便很多，那你不知道 set 是在用 hash 去跑，就很麻烦。那 set 都有很直觉，第一个就是 add 嘛 ，add 就加一个新的字，那如果你加是重复的，它就只会出现这些事。那再来的话，可以用 delete 去把它删掉。然后呢，要检查 error 存在的话，可以用 include 的问号这样子。那刚刚说。不知道 set 的存在，你就要用 hash 跑，对不对？但是实际上 set 本身也是用 hash 做的，所以它的效能跟 hash 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就不用期待它的效能特别好，就跟 hash 一样好。但是呢，用起来方便很多。那它是用 true 啊，那就是如果你的 key 有东西的话，就用来 true 这样。那再讲这个就知道了，这很方便，就是呢 set 有一个 method 叫做 add 问号。你用 add 问号就不用每次加完才去 include， 所以你在加的时候呢，可以先面对它。所以呢，你 add 问号它如果存在的不存在的情况下，它 return 的 set 本身。那如果这个东西已经存在，它 return 没有，所以就可以 if add 问号，可以把它放到 if 那边。所以呢，你就可以用这样就可以同时加然后检查，你不用先加完再检查，所以可以少打六次。那再来最后的话就是一些这个集合上的操作，就是像那个交集的话可以叫 intersection 或者是用 and 的，然后呢再来是连接，你可以用这个 union 或者是这个直杠的这个 pipe。 那在 difference 就可以找出两个 set 的差异这样子。好，那下一个的话是 open struct。OpenStruct 也是蛮有用的，就是可以少打这些字，就是蛮方便的。那它的这个 maintainer 是这个Mark Andre La Function， 不太确定怎么念对。那它有什么用呢？它的用途呢，就是说它是一个 struct， 但是它的元素是动态，所以可以动态的加元素，然后你要 access 的要存取都用点号这样。那么看范例。所以你可以先 create 一个 open struct， 那你不需要给它任何的这个 element，
然后你可以直接用点缀的 person 点 name 的等于 drum to me， 他就会把 drum to me 设到面板上的。然后你要拿它这个可以做 person 点 name， 那你也可以拿不存在，就跟 hash 的时候一样。然后呢，你如果很想要面用 bold accent， 所以你用冒号面板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因为它下面是做一样的 hash。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嘛，因为它下面是用 hash， 所以你的点面如果太奇怪，它会坏掉。所以你不能够点什么冒号或者空白，况下它就不太能用的。好，再来的话是 secure random。那 secure random 就是什么呢？它产生这个所谓的 CPRNG 的话就是密码学上安全的 run 数。那这个 maintainer 是这个 Tanaka Kiros。那为什么 secure random 够吗？那我们先看普通 random， 所以普通 random 的话，它大部分都是用 red。那它是有一个叫做Mersenne Twister 的演算法，那它需要一个 seed。 那为什么要用它呢？为什么它不叫 secure random？ 为什么 secure random 另外一个？因为 random 的这个 Mersenne Twister 的话，看太多它的 output 可以猜到下一个。所以你看那个 random， 你呼叫够24之后，它就有方法可以猜出下一个。所以如果用这个来做这些东西的话，你的东西的 seed 就会猜到。就不够安全，对。那另外一个话，安全没人能做呢 ？Secure 没人能做呢？它就用 OS 提供的，或者用 Open Source 的。那 OS 提供的话，在这个 Unix 上面的话，用斜线 dev 斜线 random， 然后在 Windows 就 Win32 这样。那它的下一个就很难被猜到，所以就比较安全。那当然 ，random 最普通的就是得到一个 byte。那它还是有供一些额外的包外包好 function， 用起来比较方便。那像是这个 red 就可以回传个零到一之间。那如果想要 roll byte 也可以，因为它是说什么 uread 的这些回传都是 roll byte， 它就帮你把 roll byte 包起来。那也有提供一些方便的用法，像是 UUID 就可以得到一个 真正的 red 的 UUID， 然后也可以拿 alphanumeric 回传。这个 base 六六是相同的，这样也有真的 base 六六，所以你也可以跟他说 base 六六是加密后的，就不用再去呼叫 base 六六。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几个比较多人知道的，那我们来讲一些比较没人知道的，也就是说用到这个更少，但是有一些还蛮有趣的。好，第一个是这个 T-sort 的话，它做所谓的拓扑排序。拓扑排序是说呢，它就会比较这些节点依照相后排列的顺序，所以这个拓扑排序的话，它就是没有边缘会写，所以它就然后可能是什么7829，它不是一个特色。对，那如果有训练考点算法，应该有机也会用到，所以不用写也不叫，对不对？看看面试官会不会想。那不过它比较麻烦的是。因为你要提供比较多的料，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module， 它是一个 making module。那你需要自己做两个 method， 第一个叫做 sort each node， each node 就是说你要告诉他说你有哪一些 node， 哪一些节点。然后呢，你要再告诉他另外一个 method， 就是说呢，我这些节点它的上下游是谁，所以你只要提供这两个资讯，然后你就可以呼叫它的这个 sort， 然后就可以把它全部都排列好。但是这有个特色，就是呢，它出来的顺序是反，所以它这些型号是一在二二二三嘛，因为这样要在前面，反它反过来，它三在前面，所以拿到的结果二是排列是一般我们说的拓扑排序。那为什么呢？虽然它名叫 T-sort， 但它跑是另外一个演算法，它跑的是这个 Hargreaves 演算法。那它这个 target 演算法其实用来找所谓的 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 我不知道叫什么。所以它就是说呢，如果你的线路有一些互相连接的，算个 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 所以这两个互联，它们不是存储，那没有互联的，它就自己存储这样。
那这个演算法呢，就刚好它会读出反过来的扣扣排序，所以根本就一上来就跑的是这个演算法。那你去看它的命名，它里面还有一个 section 就在讲说为什么要叫 Pixel， 因为 Pixel 要用这个讲这个 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 这个知道了没几个这样。所以呢，它是个神作的，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method 叫做 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所以这个半就是说，你看一会到二嘛，然后二会到三跟四，然后三会到二，所以这样的话，它会变成三跟 group， 一个 group 就是四，一个 group 就是二又找到三，三又找到二，然后再另外一个 group 就是一。所以你呼叫这个双 component 就可以得到这个 group 的结果，那也是面试有用啊。我相信面试官都不也知道这个有用，对不对？那再来一个就是实用，有点实用，但是不确定用到到底有多少。那 by UTIS 它就可以做一些常用的档案处理，你就不需要再在那里用那个去呼叫 share， 可以直接在 Ruby 里面处理。那它的 maintainer 是这个 mineral alk， 那所以常见的东西都可以做，像这个 mkdirp， 所以它就创造这个目录，是先点 rm 对不对？哦 ，rm 就是可以删，对不对？然后 mkdirp 就是可以创目录，跟它上面所有的目录，所以可以一次创。那一次创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如果你和目录存在，它不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因为如果你用普通的 NKKIR， 那个目录存在，它就会跳 error。你用 NKKIRP 存在，就当做 mix 发，它就过去了，所以这点方便。然后呢 ，CP 检查就是可以复制。然后 RMF 大家应该都知道，就不要放在显示器上，大家都在删，就是删掉这个要加目录跟下面所有的档案。然后它也有 patch， 所以 patch 可以用来看那个更新档案的最后 modify 时间。再来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操作这个 IP agent。那这个 IP agent 它的 maintainer 是个 Akinori Musha， 还有这个 Hajime Uemoto。那它一开始有点混乱，我一开始被混淆，它有一个 operator standard。但他这个 end 呢，刚跟他 set 的 end 是不一样，他是做这个所谓的位元的 end， 所以他是每个位元去做 end， 所以你不用妄想说你可以用这个找出两个 IP address 的交集，没有办法。对，他只能够一般般把 IP address 做 end， 然后另外一个 or 也是一样的，他是 split wide， 也就是说他是对这些位元做 or， 不用想说我把两个 IP address 拿下来帮你写出这个，也不行，没有这个方便的功能。不过还是有点用啊，就是你可以去 check 它的 include 号，你就可以知道说我这个 block 我这个区块里面有没有某一个特定的 manager， 所以还是有一点用。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可以用来检查说你的这个 manager IP 是不是私有的，是不是 private， 所以你叫 private 号可以检查。然后另外一块你可以检查它是不是 loop deck， 是 local host。然后呢，最后的话，这个也蛮有用，可以用来数东西的，就是你背不来些电二十多少，接线二十七多少的话，它有一个 range， 所以 range 完都可以叫 count， 就是这个乱。好，然后再来的话，这个 ABBREV， 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是帮一个字数一堆串，给它一个串串的 rate， 它一般少数多可能的多一点。那这个是用，就是你在写这个命令里面，你要参数的时候很好用。比方说，就是你的 update 可以缩写成my command u 就好，所以就用去不打。像 Ruby 当头的时候这个功能，所以打当头的 ist 它就可以帮头 install。你打 in 不行，因为有其他东西来 in， 你打 in 它就是说有好多 in。那这个 maintainer 也是这个 Akinori Musha， 我们看一下案例。案例的话，就是我们提供几个常见的指令 ：install、update、upgrade。然后呢，呼叫这个 ABBREV 之后，它就会帮你列出一个这个查找的表。
那 key 就是你的输入， value 就是你的预期的这些股。所以你看 I 那另外一个话是 UN 也是一个充满 Ruby 精神的，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玩的 module。 那它就是提供一些命令列的指令，那如果你要写这个跨平台 NAT file 之类的就很好用。那为什么这个 module 叫 UN 呢？因为你用 command line 直接跑的时候，你要 require module 要 dash mark， 那你跟 dash 看起来像 dash run， 好像要跑什么感觉这样子。那 maintainer 是这个 Watanabe Room， 所以怎么用呢？用的方法就是这样，就点点 run， 然后呢后面就是 cd， 所以你可以，所以它就跟 Unix 的 cd 一模一样，所以要 cd 点也可以，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来用 Ruby 来复制答案。那另外你可以拿来搬答案 MV 也可以。那最后这个我有用过，还不错，也是蛮实用的，就是你可以起一个 local 的 HTTP server， 所以呢，你 run 简易 HTTP 的话，它就会帮你在现在这个 folder， 或者是你给它一个资料夹，它就在那里开一个 HTTP server。 但是然后呢，就可以用了，就会有网址，那别人可以做这个网址，要抓档案 ，local 要传档案，所以你会方便。像是如果你们有用 Slack 之类，你要传档案给别人。天哪，他就做这个而已，我要上传，需要等，要等好久，对不对？这个就用这个去传给他，就很方便。那不过问题，缺点就是 Ruby 3.0 之后的话 ，Web Brick 被打掉了，预设没有了，所以你要自己装 Web Brick。那再来的话，就是最后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大部分人不知道那一件。就算有一些是很有名，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可以拿来用。所以第一个是 Prime 现在是 Bundle Chip， 那它可以做那个帮你产生数据，对，检查的数据，还有做因素分析，对不对？所以缺点现在就是 Bundle Chip， 要不然要是 default 的话，可以 require 面试应该超方便，面试就不用写，不叫到的。那它的 maintainer 是个 Mark Entry。那第一个的话是检查级数，那检查级数用一个很先进的演算法，叫做 Near-Robin Primitive Test。那它用这个来检查它的数，所以呢，你去先把你的 N 写成一个减掉一之后写成二的 S 次方乘以一个的值，然后你再把这个 S 跟 E 呢，用下面这两个方法去验。如果验出来是true的话，代表它一定不是实数。那如果两个是都是 false 的话，代表它有可能是实数。那有可能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 A 啊是一个随便电子，那所以给一定的 A 的话，它是有可能是实数。但是实际上这个 A 有一组固定的数，所以假设这个 N 小于那个一万的话，你的 A 彻底拿它走就可以了。所以它跑的速度是非常快。跟自己是经济走特要快很多，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数学上有证明的这个 A 直到的数字，就是33706669888999891，超过这个数字呢，这个演算法就没有效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数字下，瞬间就出来了，超过那个数字就要等到平方一了，因为太大了。所以呢，就是你要它有这个极限在，不过会用到应该不多，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64 B 了。那再来产生这个部分呢，它是这个所谓的艾特塞法，所以它就是先把二删掉，然后再把三个 base 删掉，当当一直删上去，那就可以到数字了。所以它出来的这个 numerable， 所以你可以 play 啊或者 tag， 因为它是从 U A 产生的嘛，所以你拿到第五个，它就产生到第五个。
那在最后一个，他也可以做这个执行因素分解。执行因素分解的话，它用所谓的 view factorization。那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维基啊，因为要讲实在是太久。不过简单来说就是比你快了。所以它的输出会是什么呢？前面那个是它的倍，所以这个的结果就是8959就会等于乘以的二次方乘以三的次方。好，那再来的话讲这个进阶的，再来就是有一些 core review 可能会过，有可能会过，就看看这个同事有没有到东西的存在。那第一个是 forwardable。Forwardable 就是可以特定的 master 转换给其他的物件。那 maintenance 这个 K2E2 那它是这个 Ruby 的教父。为什么是教父呢？因为他当时是 Mark 的同事，他跟 Mark 讨论之后 ，Ruby 就变成 Ruby 这个名字。那 Forwardable 怎么用呢？所以你自己有一个 class， 那你就在你的 class 里面 extend Forwardable。然后你中间一点叫做 diff delegated function。那第一个 argument 是说你要这个 delegate 给哪个 function。然后呢，再来这个 function 是说你要 delegate master 在自己身上 master。再来最后的话就是反了。第二个是对应面的 master 是什么？那第三个 argument 是事情 master 叫做什么？所以它会帮你去定义一个叫做 record number function。那它实际上就会帮你把这个东西传到里面的 records 这个 object， 所以呢就不需要自己再写一个 diff record number， 然后里面再 implement records 括号 i 这样子，就不用自己写。所以用了这个就可以直接呼叫，就不用再写节目。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有很多的要 delegate， 但是呢你没有特别想改名字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deep delegators， 所以你可以是把像这个的话，它就一次是把 size， 然后小一个 map， 全部都 delegate 到这个 records， 所以你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在这里去量，因为如果你名字量的话，要写量储存。那这个 forwardable 是部分可以 delegate， 那另外一个是可以全部 delegate， 这个就是 Mark 自己写的。对，那 Mark 大概知道这个 Ruby 的 father。那他的话，他会转发所有你有递过，所以刚刚这个讲。那这个用法，主要的用法，它有叫做 delegate class， 所以呢，就用 delegate class 把你的目标代码抄起来，然后就自己写一个 delegate class 继承。那这里的话就是 time with go， 就是有时间go 这个 master 的 time。然后呢，你在 init 里面呢，你就要把叫 super， 然后 super 它的 argument 就是你的想要 delegate 给目标这样。所以呢，因为完成这一套后，就可能的 list 够，所以我可以把用现在的年去减掉这个另外一个年那 year 的话，所以看看 year 的部分是我没有用它们，所以 year 就要帮我去呼叫 entity 的 year， 所以它就会全动呼叫。所以你看看哦，我 create 一个 time with a goal 的话，我可以直接呼叫 year， 它就帮我把这个 forward 到 delegate。Delegate forward 到 Tatam 上，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做。那我呼叫 years ago， 他就会叫我自己做这个，所以你就不用自己每次在那边打一堆重复的 list， 你直接用这个，他可以帮你去戳出去。那刚刚那个是 has， 但如果有的情况下，你只想 delegate 给一个 object 而不是整个 class 的话，它有另外一个叫做 simple delegator。那 simple delegator 的话就是说，用的时候要把 delegate 给目标当 initialize 就传上去，那传进去之后，它会把东西全部 forward 到上去，所以用起来刚刚是一模，但是差别就在于这里的探你要在录的时候传上去，刚刚的可以用。那你看到 delegate 可以说，这个跟普通的继承是不是一样？那为什么要用 delegate 跟用继承？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 delegate 呢，它只会 delegate。Public master private 他不会帮你 delegate， 所以你对他叫 private master， 就算你用大局招 send 也是传过去，也是会。所以如果你有的东西真的是想藏起来，当然也没有那么好藏，但是想要不会被走用 send 的这个攻击的话，可以把它用 delegate 藏起来，他们用 send 就叫不到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常见的这个讨论嘛 ，delegate 有一个，所以它有一个 delegate option。那继承的话就是四个的。然后呢 ，delegate 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在执行的时候动态改表，所以你可以一下 delegate 给 A， 一下 delegate 给 B 这样。那继承的话就没办法。那在 singleton 的话，它会提供一个单一模式，我最近才知道叫单一模式。那也是蛮实现，那么就快速通过。所以呢，那你还有一个方式叫做 include singleton， 然后就定一个，你就用叫 instance， 它就会帮回给你 object， 然后呼叫到你，它就会跳 error， 那为什么要自己做？因为会变 private 方便。在第二个的话，受众常常会有个时序问题。这个 singleton 的 library 它是 straight step， 所以你可以在很多 straight step。那最后一个，这个大家都听过，应该都听过 Dreaming 会帮你找错字，那么每天的这个 UT 不去麻烦。所以一般用法是这样，一般用法是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打 EL， 他就跳过我说是 EL， 或者是打 Constant 打错，大写 IR 就错，他就告诉你说三个都要大写，这是一般用法，对不对？那进阶用法 A 就是这个，那它是怎么到上下？它有像不像的 function， 面试也会考，面试的时候可以 follow 掉，所以它有个 latency in distance， 就是所谓的边际距离，所以可以直接呼叫，所以就不用直接。然后再还有这个 travel rule 跟 travel rule， 就是用来定义这个两个字串的相似度，那一是完全一样，一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就可以用来判断面串相似度，不用直接。那在最后这个。最分析就是什么？其实 Dreaming 是可以个性化的，像这种我觉得个性化的那个 Dreaming 可以帮你找这个 file 点里的档案，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个性化的 Dreaming， 它加这个 spell check， 然后对应到每个特定的 error， 它就会把这个 error 当做 initial 来传给你，然后就可以再做一件事情，最后就 return 一个 direction。那 direction 的话，你可以叫它背那个 spell checker。所以可以 retain dictionary， 那你可以做就是让你要外有点密函哦 ，HALO， 他就会告诉你是要到找 HALO， 所以这是一个特化的，但是应该是写的人少吧。好，所以差不多就讲了。那结论就是 Ruby 有内嵌和高功能，这个标准程式库没有好东西。然后呢，现在标准程式库大部分要慢慢变成帮斗具。然后 SPD 就可以有标准式问题单，那下次如果要用第三方工具，也可以看看 standard library 有没有。好，谢谢大家有没有问题？好，好，那现在进入 Q&A 时间，有没有人要发问 ？Now we're going to Q&A session. Di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raise your hand.Have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s? Or speaker, 或想分享什么其他额外的事情吗？OK, 好. This session is over. Thank you.